成都有什么好玩的地方？一、锦里古街是成都非常值得一去的地方，它是当地最古老的街道之一，有很多古建筑，很有历史韵味。二、宽窄巷子是成都一直以来都非常热门的景点，所有的美食和慵懒文化在这条巷子里展现得淋漓尽致。三、位于成华区的成都动物园也是值得一去的，它是我国最佳的十大动物园之一，动植物品种非常多，园中也有着国宝大熊猫。四、青城山是成都最佳的自然景点之一，是四川四大名山之一，也是我国的道教名山。青城山最大的特色就在于一个"幽"字。五、西岭雪山不仅风景美丽，也是大熊猫的栖息地之一。西岭雪山终年积雪，非常好看。当年杜甫就曾经为此作诗。总结：一、锦里古街是当地最古老的街道之一；二、宽窄巷子汇聚了当地的特色小吃；三、青城山是四川四大名山之一，也是道教名山；四、西岭雪山终年积雪，杜甫曾为此作诗。